我想第一点是我们坚持要做 A+ 的产品，是我们的台湾公司一定要做到的一件事。那第二点的话是一定要坚持做有差异化的东西。那第三个的话是从前段到后段生产必须是整个 team 都能够坚持生产最好的东西。交大帮帮忙，要帮大家的忙，帮你找出成功者的自证之道。每周三上午7点到8点，敬请收听交大帮帮忙，要帮大家的忙。